就来抽一下麦尔皮碗，然后等一下我们会测试一下阿巴店主的阿巴，这台车奥迪这一台还蛮帅的。好啦，那我们就先来抽抽吧，上吧，上吧，有了烟火，是不是红色勾勾？红。是红啊，虽然也是极限组的车，但是好像不是左边圈圈了，我要勾勾。好啦 ，M8 也不错啊 ，M8 说实话也不错，只是我比较想要这一台啊，把它改满吧。起来，还有材料够，再是依稀物的提升，直接买150，直接买150，好，直接最大买起来，一级看一下提升是4马力，二级也是4，差不多4。都是4马力，哦，4.1 是不是？我也提升到5了，4马力，哎、欸，平均都4马力，来个23132，好，总共改满是77777，三个七，跟比学步兰高哎、欸，比学步兰高7哎、欸，来测试一下。好、哦、哟，引擎声可以哦。可以哦，这弯道还是可以的。至少不会外抛啦，我觉得这是还不错，不会是弯道车。嗯，这弯道甩起来感觉还不错。好、哦、甩了，然后太用力一点。转向不错，嗯，这个车转向不错。哦，它可以直接转过来哦，不、哦，可以哦，它那个弯架可以直接转过来。那通往那个地方啊，很容易怎么说？很容易卡在那里。它是直接转过去，它连甩都不用甩，酷哎。这个啊，喜欢简约风格，我觉得这一块白的比较好看。这样子看很像盖阿多哎，真的蛮像的。好了，就你了，改一下它的这个悬吊嘛，对不对？打桩的话，悬吊负50，悬吊是-5跟-50。哎、欸，然后倾角。02跟一是吗？宽度是03，宽度4，然后直径115，哎，原本就15啊 ，OK。试一下2132，不知道怎么起步赢很多哎、欸，把这边凹多一点应该就可以了。哦，可以哦。看来2132好像更适合我一点。右甩，哦，可以哦，2132比较适合我，然后我这边就直接这样抓着，好，哎呀，
到的。二一二三二比较适合我。北拜哦。这个长风看起来就帅。哦，我去的，到了。一直抢购。摆屁股的那个动作蛮快的，他甩尾的那个，不到车上，可以哦。他转向好好，我这样改法之后，我这样改完之后，这个转向啊，有一些弯道原本要。一个轻甩过不需要，他直接转向直接转过去了，试下这个弯，你看不用甩，直接光转向就过了。这边要稍微一下，这个弯我跟你讲也不用甩了，直接转就可以了，有没有？转向超好的，要了解车子的优势去使用。哎呦，为什么刚刚这个起步有点掉速啊？反向的这一张，绝！吓我一跳！但我不太会跑反向的。但这台车的优点就是转向好。欸，他怎么突然瞬移往后移一个啊？回到车上，跑跑这一关，不知道怎么有点锁的感觉，是不是地形的问题？左右的时候有时候会黑胎。反正走，好像是一个大王，我抛一下，很好出弯，敢拿，这边应该是轨道了，算了，跳上去吧。走左弯，惨、啊、了，这个地形不太走。这张怎么那么复杂、啊？这、欸、边、OK ，这张好陌生哦，只好看那个地图。还布加迪，还有 SF90， 哇，完蛋了！这个布加迪是不是要海放我了？啊？不知道出不出来咯，哎呦，我刚刚那个屁股削到一下墙，反而加速进来，好猛啊！因为这个车子长的优点了吗？变成车子长的优点。我刚刚那个绿道直接加速一下，好爽。差点死掉！我盖一下。
很顺哎、欸。开始渐渐习惯这个操作的手感了。然后我们紫车大队竟然有机会赢啊！这个弯要赶快拉。我觉得他的橘飘也不慢、啊，就大概控制在绿跟橘那个范围就好了，绿跟黄。先稍微过来一点。这里往右边跳，就不要动了，下来就不要动了，再拉正就好了。快呢，这台车。对啊，他这样子的操作我觉得很舒服哎、欸。哎呦，还刷掉了，不知道什么车的记录。今天第一次跑到这张。可以不用甩，这弯腰。我之前练这张是用布加迪跑，还真不知道，可是布加迪的时候要怎么操作、啊？等一下哦，走。然后过来，没事。哎，刚是不是有点过度啊？哦，他转向好到直接就凹过来了。哎呦，这很贴！先贴左边。感觉直接撞上去比较快，我硬要拉，硬要拉感觉好慢哦。然后再是转向好到连甩都不用甩。对啊，这是这张图的音乐。